为什么一个颗粒机能升级到第八代？因为我们精益求精，不断创新，始终坚持自主研发。第八代有什么优势？三级齿轮减速，承载能力比老款增大5倍，有效延长设备使用寿命，全新玻料系统，回转组件外置，创新性解决玻料系统易受高温蒸汽侵蚀的问题。核心部件升级，亚纶采用超耐磨合金堆焊工艺，替代过去的表面渗碳处理。 维护性能更佳，模具采用超耐磨不锈钢材质，真空淬火，硬度均匀，强度高，寿命长。颗粒机主轴全部采用锻造工艺，锻造件有强度高、性能可靠、结构完整等优点。锻造消除了内部缺陷，产生了连贯一致的金属结构，保证了优异的性能。主轴采用全新密封方式，彻底解决了漏尘问题，无需配置布袋除尘器，进一步降低了能耗。高质量、高精度、高性价比，YULONG竭尽全力帮您在行业竞争中脱颖而出。